格林纳达位于东加勒比海向风群岛的最南端，很少受飓风影响，景色优美，民风淳朴，治安良好。因疫情控制得当，被美国列为安全的旅游目的地，成为欧美人士理想的退休居住地和后花园。由于格林纳达护照办理时间快，又可以通过美国一二方式长期在美居住生活，简单低税率，全球收入不征税，办理费用实惠，因此成了近年来的移民热门。坐落在当地美丽的哈特曼海湾的大学城及度假村项目，是格林纳达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快速投资移民项目。哈特曼大学城是全球投资公民计划中唯一获得政府特批的教育地产类移民项目，它依山傍海，与著名的圣乔治大学相邻，未来引进美国知名大学分校进驻，成为一个集校园、学生公寓、医疗、娱乐、酒店、度假村为一体的加勒比海文化旅游新地标。哈特曼度假村、毗邻国家自然公园，饱览加勒比海美景，人与自然共融的巧妙设计，娱乐、购物应有尽有，属于稳健收益的保值项目。$220,000投资哈特曼大学城项目，不仅坐享未来升值收益，而且最快两个月就可以获得格林纳达公民身份，无语言、面试、登录等要求，全程在线申请办理，简单快捷。一人批准，四代受益，主申请人的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都可以申请同时获得格林纳达公民身份。格林纳达护照免签中国、俄罗斯、欧盟、英国等全球144个国家，拥有申请一二签证、在美国长期工作居住的特殊权益，因此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理想的第二身份国籍方案，业内誉为加勒比地区最佳公民身份，也是全球所有快速移民计划中唯一受到美国肯定的方案。申请格林纳达投资移民要求宽松，无犯罪记录，身体健康，资金来源合法等即可，流程简单，申请文件也不复杂，在我们的专业顾问指导下快速完成。我们可协办加勒比共同体自由流动证书，在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等12个国家自由工作居住，获得格林纳达公民身份，等于同时拥有了12国身份。更多有关格林纳达投资移民及哈特曼大学城项目信息，请登录我们的官网详细了解。